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It seems some royalist fanatics called Les Actes des Apôtres are on a book-burning spree. Many rare manuscripts are in danger. Meet my contact at Place Dauphin and save what you can. We'll find them a good home here. 好，和联络人交谈。超远。600公尺。金星和火星解了吗？还没啊。斧头连拿出来的速度都慢。这边的士兵呢？被我杀掉就没了。Thank God you're here. They burned most of Monsieur Deschamps' library already. Please save what you can. Allons bon, quoi encore? 教书。Je me sens pas très bien. Je crois que je vais rentrer.什么东西不要急？为什么要叫我不要急？
因为我刚刚摔到吗？有人在盯着我看。Stop! What's your hurry, friend? 真是的。对啊，这一次的歌警中的那个很帅。信仰审判，信仰审判，葡萄牙文原意为信仰行动，原本是一种审问异端信仰的仪式。不过，就我们所知，此仪式原本就是要把审判目标绑在木桩上烧死。这个用语的内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进入法国后，就整个变了样。现在这种审判则变成了革命审判，而审判对象则是基督教的教士。好远哦，我可以传过去吗？可以。法国人整个超强，怎么说？我觉得用船的读取就好久，我还不如用跑的，沿路搞不好还会遇到一些事件。等一下，这是哪里？是我刚开始的地方，为什么？所以那个是跨区传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异端审判变成审判教室。啊，我回来了。I much prefer books in libraries to on bonfires, don't you? 有位刺客联络人通知说，一位县民科莱特可能有危险，去探明他是否遇到危险。如果有，就带他去安全的地方。One of our informants may have been compromised. She's posing as a scholar near Port Saint Denis. We need you to tail the innkeepers, find out if they suspect her, and get her out if she's in danger. 没问题。啊，这更远，而且好像还是新区域。因为这个地方离开巴黎了。诶，凡尔赛不是巴黎哦。我就过，哇！
既然是游泳派，不是就走直线吗？那个枪意外的痛啊！这附近有。Damn Pillock! You can't just bloody do what you please on my patch. 帽子在里面吗？Hey! Ah!核心，两颗，吧，应该解不开。That's the damage I'm doing just behind you. Hey, wait a moment. Take him from behind.就好，我不是传说中点了一招吗？对啊，按叉就可以用出，为什么我刚刚是翻滚？方向的问题吗？哦。这边士兵真的好多、灰墙，他按到防御比长枪还要难。圣雅克伯塔当局，当圣雅克伯拉布斯利教堂遭到破坏而倒塌时，当局决定保留其最华丽的塔楼法兰索瓦一世在位时所建造。而今这座塔楼就是广为人知的圣雅克伯塔。
这座塔楼的基座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因为它原本坐落于教堂中殿，从外面是看不到这座塔楼的。而当教堂还在时，这里是前往圣地亚哥康波斯特拉进行宗教朝圣的起点。炼金术师尼古拉斯·弗拉梅尔原本就下葬在这座教堂的地下室。在科学方面，这硕果仅存的塔楼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因为在西元1648年，数学家及发明家布莱兹·帕斯卡在此进行大气压力的相关实验。他原本居然是在教堂里面，然后拆的只剩下这座塔。到底又是谁把东西藏在这呢？别打了。给我一点药吧。哎，药品买了，喝掉。哎，开锁工具不错。你记住啥？开什么？七什么一？用出那一招哎、欸！真的，我没有办法用出我点的那一招，为什么？我们之后再回去看胶水到底要怎么用好了。我终于快到了。哎，有宝箱。啊，这一个宝箱要比之前那红色的还要赚。Who's
want me to come? You can't stop us. Hmm, 宝箱嘞？在楼上吗？几颗啊？一，有希望。哎呀！哦，这边比较多，250。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开锁工具之类，看一下。最好是人家身上找到一块面包，还可以拿去卖三法郎。终于到了，先爬高一点，它有升降机。目前我看的范围内没有。躲藏。Well, what's so important to Zelma? It's the bloody scullery girl. Claude said he spotted her hiding a note under a loose cobble. I didn't even know the wretch could read. So? She's probably just scribbling for her gutter rat friends. That's what I thought at first. But then I went and read the note. She knew about Reynard. She had details of the operation. I think she's a spy. Ha! This is what we get for taking in war orphans. What do we do? Don't worry. 为什么讲话要这样扭？哦，三颗星。快去找那个谁交谈。哎，要有对方。
哎，我获得展的奖杯，是因为我杀够多人吗？虽然这里面有人。到底是有多少人啊？这里不要怕，交谈吧。我不是逃出该区域，我就这样跟他讲，我不用保护他逃出该区域。他这么厉害，家人都来了，顺便爬一下。好牌那个，啊！这里居然藏了一颗三颗星的宝箱。好远哦，难怪我跑了这么久才到。回这里吧，还有任务。变三颗星了，应该解得掉吧？哎，我哎，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变两星了耶。路怎么那么复杂啊？我要看他冒灰了，在哪？哦，看到，诶，这不是我刚刚爬的那个吗？
好像不太一样。哎，新的色彩主题什么意思啊？哇，这个2500哎，太好赚！有红色的。发现外面有个犯罪，赚点数。没中，子弹快没了，希望能捡到一些。好吧，都没有。又有犯罪，我再一个就完成20个嘞。If he wants to kill Templars, let him kill Templars. I've done all I can.